你怎么来了？我，那个，你来了怎么也不说一声？我打电话你没接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，我就偷摸混上来了。没去舞会啊？我把裙子还给秦月哥了，也跟他说清楚了，省得。 男朋友乱吃醋，玩失踪不接电话。那你是喜欢我吃醋，还是不喜欢我吃醋？适当可以吃一点。好，我会把握好节奏的。 我刚才真的不是故意不接你电话，我在改程序呢。嗯，我相信你。嗯，这就是你们男孩子的寝室吗？比我想象中要干净很多啊。你这里有没有什么东西是要藏起来，不能给我看的呀？我没有，段宁有。你没有？我才不信呢。 为什么不行？蒋正涵，段宁呢？